大家。和通知，姜汁和通知会把肉的腥味去掉。你看，就这样汁都出来了就可以了。把肉放上揉搓一下，这是高粱酒去腥，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海带，因为海带有腥味去腥。加上酱油、五香粉、蚝油，就这些。我从来是不加味精，鸡精类的东西我多少年都没吃过一次。自己做的万应调馅油，就这些，充分搅拌均匀就好。用手抓会感觉到肉有粘质就好了。这里注意了，海带非常有粘性，不容易切，很容易切到手。就这样切，牙签一定不要抽出来，切到哪里就抽到哪里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抽出来平着切，你试试看，保证你切的乱七八糟。这样切粗细都很均匀。如果你要切小丁或者要切丝，都会切得非常标准。这个千万不能剁，剁会崩得到处是。如果嫌粗，再用滚刀式的切法。我每次在做任何的调馅类东西，我都教大家怎么切，这样切出来要多细就多细，而且不会崩得到处是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会做两种馅的包子，这是海带的，还会做荠菜的。荠菜的包子我以前有调过馅给大家看，荠菜包子调馅今天就省略了，因为海带包子可能吃过的人不多了。用力的抓，看，就这样就好，按压一下比较入味。面已经发起来喽，这个面发得非常好，非常漂亮。撕一下，蜂窝组织非常的匀称。二次发面一定要注意排气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每一次在这个地方我都会强调大家一定要排气干净，只有排气干净，你包出来的包子才不会塌陷。还有如果你的馅太湿，汤汁就会流到皮里面去，也是你包子塌陷的原因。
像海带包子不存在着塌陷的问题，因为海带不容易出水分。面团经过了一次的发酵，非常的柔软。在制作过程中动作要快，因为这个时候的面团发酵的很快了，它已经是已经发好了一次，这是面团发酵快的道理。大家理解了面团为什么会发得快，知道其中的原理，你就会避免一些错误。同时经过二次发酵的面团非常容易产生蜂窝组织，所以你包好了包子要以最快的速度让包子第二次发起来。如果你发酵30分钟以上，基本上汤汁就会流到包子里面，你蒸出来的包子有的会塌陷，有的就很漂亮。其实包子皮都一样，就是汤汁已经流到了发起来的蜂窝组织里面，所以你的包子就变成硬皮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包。我包海带的包子包月牙式，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不会包圆形的，就包这个月牙式就好，这个简单又方便，而且包子的厚度都会很均匀。你看就这样包，很简单很简单，随便捏一捏包子就很漂亮。因为我包第二种季态的，我会包圆的，等包子蒸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。包月牙式的包子有个特点，大拇指要轻轻地往前推，不要提着一下子拉过来，如果拉过来中间这里的皮就会很薄，就没有发酵的空间。包好了直接装蒸笼，在蒸笼里发酵。这个小偷的账号，小偷你可细细逗号了。包子发酵了15分钟，已经胖胖的了，就可以开火蒸了。千万不要让包子发酵太长的时间。冷水上锅，海带是生的，一共蒸了25分钟，我就关火了。关火后焖10分钟，打开锅盖散散热气，然后才能全部打开。这个时候包子的味道已经出来了，非常非常的香。圆的是荠菜的，我包了这两种。哇哇哇，好烫好烫。海带包子非常好吃，吃起来口感也脆脆的。听，是不是脆脆的？海带包子吃到嘴巴里头非常非常的香，这是荠菜的，哈、啊，好烫好烫。荠菜包子我以前已经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参考荠菜馅的制作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清明还要吃鸡蛋、吃葱，妈妈都前一天把包子包好。把鸡蛋煮好，鸡蛋要用荠菜来煮。荠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野菜，这是荠菜的种子，我特别照给大家看，因为现在正是荠菜种子收获的季节，大家可以出去采一些种子回来。鸡蛋已经泡了5分钟，要清洗干净。我们过清明一般都煮红皮鸡蛋，也是我们家乡也没有白皮鸡蛋。小时候我们家每次吃的蛤蜊，奶奶都不准丢，都让哥哥用小锤子砸，砸得细细的给鸡吃。可鸡吃了鸡蛋还可以皮很硬，我们当时都不理解，现在想想这不是给它增加钙质吗？洗好了荠菜，把鸡蛋放在上面，就可以加上水开始煮。我小时候我们家一煮一大锅鸡蛋，小孩子多，10多个孩子一个人要分4个鸡蛋，所以奶奶都晚上半夜煮鸡蛋。再把葱就这样洗好，控干水分，因为早上起来要吃生葱，就是生生的葱命。鸡蛋一般是小火煮，因为火大了会煮破，我刚刚忘了我开大火了，你看有破的吧。鸡蛋最好是不要破的，因为早上起来每个小朋友分4个鸡蛋，要拿着去烈士陵园扫墓纪念烈士，就会拿着鸡蛋做游戏，互相撞鸡蛋。你看你看，我这是买了100块钱的，才9个鸡蛋就破了2个，这证明这些鸡蛋缺乏钙质，要晾到明天早上才能吃。早上起来第一口要吃葱，就是葱中间的心，表示聪明。还有早餐要喝小米粥，吃包子，吃完了包子每个人用小手帕分4颗鸡蛋，拿着这4颗鸡蛋去烈士陵园扫墓。我记得第一次扫墓我才3年级，
奶奶就把鸡蛋捞出来凉透，煮鸡蛋的荠菜水，奶奶一定让我们喝，说强壮身体。你看我买这100块钱鸡蛋就破了3个，破了的鸡蛋都是大人吃。早上起来先吃一口葱，就是中间这个葱心，吃了聪明。吃完早餐，每人分4颗鸡蛋，我们就拿着去学校，去烈士陵园扫墓。撞鸡蛋是这样的，我演示给大家看。比如说这是2个同学，你看这个鸡蛋没有撞破，有的鸡蛋就是有空壳，叫做缺食，就是鸡没有喂饱。你看这个鸡蛋2头都被撞破，这个鸡蛋就是比赛了第一。你看这个又撞破了，我们小时候撞鸡蛋就是这样，谁的撞破了谁就先吃了。再拿一个撞试试看，哎，左手这个更结实，这个颜色浅的第一名了。你看这个动作就证明有的鸡蛋壳很有钙质，就不容易撞破，这样的鸡蛋蛋黄就特别的黄。小的时候谁的鸡蛋是先撞破了都会哇哇的哭。哇，我吃一颗葱，我多年没有这样过清明，今天为了拍给大家看我这样吃葱和鸡蛋，明天早上给你家的孩子也煮鸡蛋吃，吃一颗葱聪明，吃鸡蛋就是破壳重生的意思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家过清明的习俗，不知道您家过清明有什么习俗，留言讨论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